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no 李玉玺，现在我要来挑战快问快答，预备备，开始。觉得自己分别最吸引少女和熟女的特点是？不知道，我有吸引你们吗？我不知道。宋云画和吴昕迪现实中选一个当女友会选谁？宋云画。为什么？可能像认识比较久，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还不错这样。如果你是女生，必看陈燕姿，要选一个当男友会选谁？哦，你的题目都其实都蛮难的，我选 B 好了。可以叫他欧巴，学一下韩文之类的，感觉不错。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食物分别是？喜欢吃拉面，讨厌吃海鲜。情人节做过最浪漫的事？就是给他自由，分手没有啦，不是啦，就是我好像没做过什么浪漫的事，我不是浪漫的人，所以就不过情人节比较浪漫。口头禅啊，把一个觉得自己超帅的人，想要变成李玉玺，一定要有的三个要素是什么？神经病，然后到哪里都可以睡，然后就是人家问问题。想不到答案。演艺圈中最好的男性友人和女性友人分别是？演艺圈最好的男性友人，应该是就是我们老鹰的啦，就是陈燕颖和毕书尽。但是男性友人好朋友真的很多，周星哲啊、吴思贤啊、张立东啊之类的。女生的话，比较好的。David 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最后仅用15秒的时间，推荐大家支持新作品《恶作剧之吻》开始。《恶作剧之吻》已经播出了，然后它其实跟以前的版本非常的不同，因为就是不同的演员嘛，然后剧情我们也有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一些调整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，不管有没有看过之前的版本，都可以来看一下。没看过的人呢，就是一定要看这么好的剧本。有看过的人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一样的《恶作剧之吻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Good morning，Goodbye。